即将在十月底发行全新专辑《Dancing Queen》的温暖，近日受电台之邀到舞蹈教室来教大家学习他的最新舞步。为了配合新专辑的风格，温岚还将一头长发剪成了火红色的帅气短发，使得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性感火辣。从第一张第六感到现在十年之后，就是第二次剪到这么短的头发。那这个造型也是跟这次的 Dancing Queen 一样，希望这个发型我们来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红魔法。看着温岚的劲歌热舞，让大家不免联想到舞后蔡依林。温岚发片恰逢蔡依林出国度假期间，那温岚是不是有打算要默默地取代舞后蔡依林呢？倒是不会啦，因为我们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应该说派系派别，对，两个人的舞风也很不一样。华语卫视台北采访报道。